防辐射服可以水洗吗？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，防辐射产品被更多的人使用，其中防辐射服在孕妇身上是比较常见的。它是一件衣服，但是和普通的衣服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许多孕妈并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洗，该怎么洗。今天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，防辐射服能不能水洗，需要根据具体面料来决定。如果你购买的是早期的防辐射服，是不能水洗的，因为这种的防辐射服使用的是涂层面料，用水洗容易造成涂层面料金属脱落。不过经过几代更新，这种面料已经淘汰了。目前常见面料是金属纤维和银纤维面料，它们是能水洗的，但是水洗的条件有所不同。金属纤维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进行清洗，银纤维面料需要使用纯净水或者凉白开来清洗。清洗防辐射服时应注意，不能使用洗衣机清洗，更不能使用洗衣粉，水温不能超过30摄氏度，不可漂白，不可熨烫，不可干洗，应悬挂阴凉处。以上就是防辐射服可不可以水洗的回答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。